阳性，阳性就没有。对，然后他血液生化的部分就是胰脏的功能比较高，然后他有发炎的状况，然后血液血球部分就是非常的贫血，那就是都没吃。血色素，而且他还是有失血啊。哦，因为他屁股一直流血。对对对。他那个是怎样子宫脱垂？对，他子宫脱垂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可能性应该就是感染。然后生产的时候就整个一直脱出，它是母的，然后发炎的状况跟非常贫血的状况很严重，它现在在输血。对对。